我的钱多久没动了？如果让它一直沉睡在里面，那么你知道少赚多少吗？那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不过我有好多存款的账户，但钱可能真的不多，那就不要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。亲，知道有种投资商品叫做货币型基金吗？一个能串接消费与投资的工具，来帮您做现金管理咯，让您快乐想投资，还有机会获取投资收益，还不赶快去瞧。薪资理财，没赚多少钱，是要理什么财？每月的卡费、电话费、保险费，还有每年所得税等等的费用。付款前，都能先透过薪资理财投资元大国内货币市场型基金，帮您有机会多赚些小钱。想赚会费吗？元大薪资理财免费弹性设定您每月需要用到的现金到您的指定账户，让您用钱不卡卡哟。想投资元大基金，透过薪资理财还不用手续费呢。薪资理财让您省到又赚到。申购数卡各大销售通路或拨0800-009-968，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